今天我们到了 Lake of Titicaca， 这个湖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湖，可以航行，然后高度有3800多公尺。然后昨天我跟贺敬淳去爬了太阳岛的山，我们才爬了3个小时，就已经爬到了4100公尺，已经比预算很高了。突然贺敬淳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，A piece of cake， 所以而且完全没有高山病。对，因为我吃了很多丹木，我就吃一颗而已，好像可能回去要洗肾，希望不要到那个程度。对，可以看一下这个风景，真的很漂亮。然后这里是那个我住的地方，对，主人是个雕刻家，然后是德国人，他把这边弄得非常漂亮，然后还有养了3只阿帕卡，我们来跟阿帕卡打个招呼。Hello， 阿帕卡 ，Hola，Hola，Hola， 他的毛好软哦，来看看镜头 ，Hola，Hola，Hola。Hola， 阿帕卡，麦克要退退了哦。阿帕卡很上镜头，他现在竟然不怕生。啊，你要小心阿帕卡。听说导游说阿帕卡 的鼻涕非常臭。喂、哎，他感觉他现在很健康，还没有生病。感觉他等一下会对你退退了。Hello， 阿帕卡。嗯，阿帕卡毛真的很舒服。我来摸一下。非常的。I love you。I love you。可爱，阿帕卡吃草。这只阿帕卡比较小只，这里有四只，四只不是只有三只吗？哎呦，你这是黑的，我长得不像阿帕卡。他亲你，他亲你呢。哦，不要跟我亲嘴，小心他飞进去了。我还是去找帅哥好了。小心他飞进去了。好，可爱的阿帕卡，正好阿帕卡的生活很简单，我也希望我的生活很简单，就住在高山湖，然后跟阿帕卡一起生活。他跟你对话，你看。然后就不用回去德国工作了。为什么他会喜欢他？他竟然在大便！他在大便，好恶！他为什么要讲脏话？你刚讲脏话，这要放上台的。大便实录中。他大完便后还是在上厕所。大便实录中。因为这里面有大家，你看，所以我们不能讲太不好的话。大便实录中。哎呦，好恶！嘿 ，Hello， 阿巴卡。嘿嘿。一直在吃，然后拉屎。哇哦，他要跳下来了。阿巴卡，我来跳给他看。好，你来录，我跳，我先跳。嘿。看，他一脸冷漠。然后说：“这是神经病。”呀，你好冷漠的脸，冷漠脸。你看后面那一只整个高傲，就鼻子看你。快一起跳，快点！他不会跳了 ，baby， 他撞死。再跳一次，算不跳了，膝盖会受伤。他一脸觉得这个人在干嘛？这是黑羚羊在干嘛？阿巴卡，撞！嗨，嗨，握手。阿巴卡，他亲亲，他亲亲。可爱，不要吐口水哦！我昨天才要去洗衣店洗衣服，已经录超过吧？这上传会哇，4分钟了。好，再见，阿鲁巴卡，来个带再见，哎、欸，再见你，屁屁再见你。哎、欸，他坐下了，姿势好可爱。他累了，这两只也在吃。这只看远方，在想事情。嗨 ，kiss goodbye。哎、欸，你今天把我照相都这样跟我对眼睛哎、欸。